我们现在到了全世界最斜的路，看上面是不是很斜？然后其实重型车子像那个坦克站是不能上去的，所以我们只能爬旁边，然后等下我们自己爬上去去体验一下。我们现在正在上的这个斜坡，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可以每天来这里爬一次，一个月过后你就可以瘦很多了，而且脚力会很好。基本上我们再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很喘了，所以其实这边真的很高一下。啊，这个脚厉害了，脚厉害了。别说，我很喘呀。哇！我差不多到平地了，现在用跑的。啊，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个是世界最斜的路。它350米长，最斜应该是19度，所以你在这个东西的是叫做超斜坡。我们现在看到底下有两个在踏脚石，应该是要挑战怎么上来。他踏着 zigzag 上来，可能很吃力。Go go go！就是我们爬完了全世界最斜的路的话呢，你可以拿到一个色，其实就是拿色买的，然后它是这样子的，然后上面有你的名字，一张2块钱纽币，好啦，做一个纪念啦，就是游客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样啦，我们要走啦，我们要准备一个家乡菜叫做明明贵。他是讲是他的拿手菜，等一下我们看是有几拿手，这样拿手还是这样拿手，还是这样拿手。这个闽文粿感觉上不错，因为是东洋闽文粿，马来西亚版的泰国风味，然后在纽西兰吃，很厉害的3个国家。味道就是有一种全身从上到下都觉得温暖。那个面粉糕的弹性呢，就如那个 King 块的床。Hello， 我们现在来到 Cromwell 的 Old Heritage， 然后这一边的特色就是它的建筑物是很旧很旧的 Old English 的感觉，然后这一边是有一些些 cafe 啊，然后有画廊啊，然后也有卖一些 fine wares 的东西，然后这一边是这个，如果没有错的话是一个 lake， 不懂 Bunston 还是 Bunston 我不知道怎么念。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太就是太急着要赶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这一边你可以待上一整天，然后再可以喝喝茶，想想东西。它的 rosemary 的那个 herbs 的味道很浓，所以我才会说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边的 cheese 完全不一样味道，然后滑滑的，可是你吃下去很滑，很满足啊，又走起来干嘛？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谁的是你的心。一锅辣吧。我们现在已经要离开 Cromwell 了，要下吧，要去往下一个地方，叫做 Arthur's Point。代表我们去坐船，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现在我们要坐船，它不是船，它是一种something like speedboat，然后它会一种，它会上。多少钱？500吧，4个人。
够力啊！这个应该很够力，这个应该很够力。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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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不够刺激，还没有喊。这个就是做漂移的船，叫漂船。Can't unfortunately no. No, you must have head mount. That is the only one we allow. Okay. So you will have to leave it in the locker here, sir. Sure. 我们刚才因为没有那一个 head mount， 所以我们不能坐在船上，然后拍给大家看。可是是还玩刺激，很晕啊，很晕啊！大家来玩的话，一定要爆脸，爆！小红现在是笑不出来了，太硬了。我们看一下。